他们这个菜都是按山一山来堆的，看这个红油，哇、哦，这一大锅火锅肉，这不咱不是刚开门吗？就卖完了呀？哎，打包了，大家到了。啊，都来打包的是吧？带你们看一下，在成都十几块钱的盒饭能吃到多少好吃的东西。我跟你们说，真的巨多。就以我的经验啊，真的几十种菜品，少说了，这都虽然量可能没有东北的大，但是这个菜品种类是真多。来了还听到人还在摆桌呢，这是一荤一素是16，三荤一素是25，来个高配的好吧。这个是什么呀？猪头肉。这个是白肉哈。看这个白肉跟山一样，我天，这么一大坨。他们这个菜都是按山一山来堆的，看这个红油，我看着就很香。哇，这是一碗，看好好吃。这应该还没出齐吧？这些菜啊，还少。好高，一天得卖多少盘子？要买四五盘。这竟然还有烤鸭，我的天！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好吃的，我想再等等。哎，还有回锅肉是吧？招牌还会有吗？招牌没有了，没有。啊，招牌就这些是吧？哎，这个，这不咱不是刚开门吗？就卖完了呀？哎，打包了，大家到了。啊，都来打包的是吧？我看着确实安逸。哇、哦，这一大锅火锅肉，哦哟，回锅肉，在这领牌子是吧？对。哦、啊，我要个三荤一素。不过咱有一说一啊，这个盘盘真的很油，因为它被很多人摸过。哎，老板，三荤一素，白肉，白肉，然后回锅肉，还有那个烧白，看吧。啊，蔬菜，蔬菜，两荤一素。基本上每一份几片都清楚哈。嗯，对对对。烧白一份也是精致的几片哈。啊，这个几片。啊。再来点这个芽菜吧，啊，哎，这个芽菜特别好吃，烧白啊，这应该不出意外，老板应该是多给了我一片。这个白肉是真的好看啊，然后这边是回锅肉，我等了好久这个回锅肉，搞了点这种泡菜，四川的这种泡菜真的特别好吃，酸酸甜甜的，就还好来得早，你看后面已经开始排队了，呼呼排队。其实就这个白肉真的已经不属于我了，就是为啥呢？那老板说回锅肉还没有出锅，让我等一会儿。等着等着，这个白肉快卖完了，老板特意给我留的。好吃，真是肥肉相间。看这个白肉的片儿都超大片儿，这是2斤条炒回锅肉。回锅肉真的是我最爱吃的川菜，真的没有之一。因为啥？它那个豆豉特别香，而且这个辣椒也不辣，辣椒真的很好吃。看它这个肥瘦的比例真的很完美，把这个回锅肉都给盖到这个饭里。回锅肉里面这个辣椒真的是巨香，一口辣椒一口肉。我这里面主要加了这个泡萝卜，然后跟这个肉香这么一中和，我亲口尝一下，真的完全感觉不到。哇，这泡菜真的好吃，再来点。说这儿吧，我的、哦、打个泡菜差点基地让人家偷了。其实量还可以啊，还剩三片。最后一点饭了。喂，你哪儿去了？其实就是给我的感觉啊，就是四川这边的盒饭和东北那边的盒饭，其实就是味道上有点不同，因为都是根据本地人口味来的嘛，对吧？确实是有很多工友在这边吃，你们看这个后面这个长队排的，而旁边那家店的生意也很好。我还是感觉啊，就是最朴素的东西、最实惠的东西，它往往是最好吃的。就是有时候让我去吃一些大鱼大肉、高档餐厅嘛，或许有的我还吃不明白。盒饭 YYDS， 路边摊 YYDS。OK， 那这期就这样，祝大家吃嘛嘛香，我们下期见。这边这家生意也好，你看真的是有很多工友在这吃，这边还有很多是拿现金的，你们看。